好，我是王仲，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要跟大家说，就是有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然后一个月亮，它是某一个晚上，就是今年某一个晚上。然后我记得那个晚上的月亮就是俗称的超级月亮，就是它比其他月亮、其他的晚上的月亮都还要更大。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大的月亮一定是有它的意义，所以我就跟我室友就是爬到我们家那个屋顶去拍了一张这个照片。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照片是对我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就是我自己会在生活中就是把一些物体啊还有一些事情视为它是我的能量来源，比如说太阳或是月亮，还有我的家人。那张照片也是同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月亮这样在一个夜晚这样一个亮亮，就是感觉好像吸收到一点能量，是吧？那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中其实都可以有一样，有几样，就是你只要看着它，或者是你在做这件事情，就可以获得能量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许愿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能量，就是你只要每许一个愿，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在天空发光的星星还是什么。你只要看到它，你就觉得很有希望，很有能量。然后祝大家可以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梦想，并且实现它。谢谢。2013的新年新希望是，因为我明年要去当兵，所以我希望我的头发在明年可以长得非常的好。谢谢大家。